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any air damage. Damage. Speaker check. 60 hertz. Check. 100 hertz. Check. 200 hertz. Check. 440 hertz. Check. 600 hertz. Check. 1 kilo hertz.做毕业季的目的其实无非是说给所有的毕业生向公众展示他自己的一个舞台，一个平台，我们应该做一个内外打通的平台。其实更像一个杭州生态的一个全方位的建设。我们这次都不是策展人，不是 curator， 都是 NPC。基本上 NPC 游戏里面所有的 reference， 都能够在组部里面发现。NPC 组它其实呈现的是人类历史上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各种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深的需求，不只是关于想象力的，而且是关于一种探寻的欲望，一种创造的意志。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核心议题是游戏、科幻和公社，就是在这个物理的这个艺术节里面，去了这个很多虚拟的，然后天上有一个星球尺度的，巨大无比。曹大军教授说，最好的艺术教育的现场就是实验室加游乐场。我们过程当中非常各种状况，然后我就跟同学说，你看做这个节没有这种展览，就没有这种，你找不到这种。大街上所有可见的一些元素，然后会挪用到，就比如说，这种艺术展览，就还是打破他们传统那种艺术审美吧。骂人的一个台机器。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媒介的变，所以他们在掌控媒介的层面上已经超前了，好像基因已经变了，他们完全是新的一代。这个是一个平衡车，它可以用这个车去在一个场地漂移，速度很快。在这个整体的巨大的有点一个嘉年华的氛围里面，再增添一些底层和内核的东西。长春在这里其实一方面是勾连起历史，勾连起艺术的行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它也形成一个工坊和讨论空间，也就是呼应公社的这个议题。长计划在2002年开始，其实一直都有一种，它怎么打开一种新的话语情境，说那个话语情境是有一个历史的 reference。这一次胡志明小道的项目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档案的。接下来几天会陆陆续续的被填东西进来。好重啊！这个场地已经不是学校的这个氛围，社会进入社会的一个场地。我觉得对，就是周边的居民啊，他们都是有一个比如说艺术审美的地方提升。因为以前都是在教室里，毕竟你说看一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外部环境，然后让你感觉有逛的这种欲望。那个游戏可以写吧。走走逛逛玩吧，一块朋友一块都挺好，比这个改一个屋里边待的挺好，好多了。在他们做的一些毕业设计中，像交互的话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老板，刚才那个塑料吞下去了。这个是纸，可以吃的纸。这是可以吃的抹茶纸。
这个食品设计这个专业特别新，我觉得特别有前景。它不是来布一个展，其实是一个非常的鲜活和生猛的东西。下一步该怎么走？一场游戏，一场巨大的游戏，去收拢，去就是结构所有的这些分项和人这些指向的。